为什么烧人家头发？你得罪他了？这样吧，李佳，把你家长请来一下吧。我没有家长。叫李佳，妈妈很早就来，爸爸一直酗酒，对我很糟，近乎虐待，不让我留长发，拿剪刀胡乱剪过很多次。他喝醉了，会乱摔酒瓶，甚至拿烟头烫过。我看到的大多是破碎，但我相信一切都有自己的光，我看见他们的光。这是我看世界的方法，我继续活下去的动机。我想记录下来，但是我连一台相机都没有。这款吗？嗯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肯定很贵吧？还好啦。就用一下，就用一下。嗯。你是不是在拍我啊？
俺包该多好，我就可以买下然后炫耀。我就像是鱼得水却被困在水中。相机看看。这样吧，你帮我教训一下范小诺，只要我满意了，这个相机就是你的了。原来你们仨闹成这样就是为了一个男生啊。是我太落伍了吗？惩罚也太落伍了。这样吧，李佳，张一，过来过来。你们俩呢，分别给范小璐准备一件礼物，他满意了呢，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你们俩也不会受到任何处分，怎么样？就这么定了。哦，对了，相机别忘了给李佳。我叫范小璐，我知道很多女生都不喜欢我。是，我留着长发，很多时候看起来过于完美。可我知道，在很多人眼里，这个完美并不是褒义的。完美等于不存在，等于虚伪。但这就是我，我并不打算改变。陈老师，给范小璐的礼物我们准备好了。挺好的，不过如果不是偷拍的应该会更好吧。送给别人礼物得有点诚意才行，自己动手做啊。张月姐，请问是要直接回家吗？喂，停车师傅，你知道面料市场在哪儿吗？面料市场我知道，你要去吗？现在就走，走吧。
在干嘛？这教室又没有人用。麻烦你给我留个档期呗，你问我经纪人呗。啊，去，肯定去。这么忙，还有时间恋爱吗？
事业对我来说就是恋爱了，小时候啊才会傻乎乎盲目喜欢一个男生呢。哎，抱歉。Hello。 怎么样，还行吧？嗯，不好意思，一会赶飞机。哎，蛋糕买过来了，待会师傅帮我带上。好，走了。哎呀，好厉害。好了，走喽，拜。我觉得这张盘好。嗯，我也觉得这张好。这一张呢，我觉得可以做备选。换张下一张看一下吗？嗯，人漂亮吗？怎么夸都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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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老师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，陈老师！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许个愿吧。Thank you.